临近高考的这段时间，我一直在老家复习，这里的空气特别好，好像回到了2年前的那个夏天。今年我又一次站在了高考的面前，屏幕前的你是否和我一样，也曾或者正在经历这一切？请相信，所有的努力都将为你在实现成功的道路上前行一步，以梦为马，不负韶华，加油！